开始有另外这个人了。你满意吗？不满意。为什么不满意？因为只剩这一套了，我去。对啊。那是因为你知道吗？我选了这套衣服之后，我说第二套这个快去选，快去选，等一下留下粉色的。对，没有，其实但是我选的时候，我这两套都在的，然后我就挑了这一套。球员中名字笔画最多和最少的分别是几位？戴尔，当时面都是二福帅。那为啥名字短？你大大的辫子，你说清楚了吗？你大大的辫子。第二的应该是最多的，因为他那个基因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就三八二十四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，就是他的应该是最多的。大家不是二十号吗？最少的，哦，今儿是最多的。哎，我又去哪了？我去抽中你。五可以。祝愿成长快乐。我也想。可以吃成长快乐吗？我也想吃成长快乐。叫什么啊？邪魅一笑唇吗？这应该是吻上去有东西的，叫吻唇。吻唇是个妆吗？我可以吃柠檬吗？我吃整个。嗯、你会抽口罩吗？我会。那不得了吗？我会啊，他会。我会。哎，来上宣告。柠檬是。我吃了，没事。我还会吸口罩。你最后一个吃。谁是小电臀啊？我。那个要怎么抖啊？可以。穿针一定要进心，不然的话这辈子穿不进去。掉了。来，我来踢吧。十八，这才是十八。张飞穿针，那是什么？那要踢哪？你这样完了，你再动全部都掉完了。不要划到我，或者我。你别讲话了。我给他掉完了。那这个愿意贴贴吗？贴一起可以，贴一起一抖一抖抖几个。哇，好难呀，这个就这样。我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四块，不科学啊！在那边，你关掉放进去。在哪儿啊？下个就是。不能告诉你，反正就在这一块。那你还告诉我？你们真的好秀啊！就在这一块儿。没有。哦耶，这俩你这儿一个多少钱？二。给你。就身体啊头啊互动特别多的那种，你一阳过周二少年要就是那种就很夸张。对。你笑什么？不好意思。
钱也太难讲了吧。人家怎么咬啊？要那种可爱的感觉吗？可爱的有意思的。没有。这样吗？表情 OK， 再回调什么？那这个钱是？来来来，先来，假装